你没有跟他们班哦？有了，明天。哦，所以是堵，我是下午课。所以那个茂源哥他们都多久？那就是昨天就聊，我打又了。我说，我刚刚列车长呢？2010年5月14日，瑞芳站，14:17。是四一七三次哦，四五八次救援，香港树林的阿宝圈的，以及四一八八次，四五零八次救援，香港苏澳对开的，然后502圈的，然后70要请阿宝圈的。啊，有些车子停的蛮开心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暂时少几班。还好。六班。还好，还可以。然后要就是十几班。你还没看过文旅啊？看过啊。来这边，看看有啊有啊，前几天的。啊，阿叔叔拜拜了。上班了？没有啊，出去了，我出去了，我明天拿回来。再见，龙门关闭车门了。哇，蛮开心的，又是包这几个车厢。如果你想拼的嘛，咱们都点不到就。4173次苏澳发车救援信号数。原油511，原油那个啦，讲错，原油。70970阿宝全车，四一七三次在瑞芳南港车门，真的拜拜。啊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如果喜欢片干嘛，咱们多多给我们的收看。11:19。下一站四九亭，Next stop 四九亭，紧张，系卡停，如果想拼个麻将，能多多点我们的奖品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下一站四角亭，四角亭。自在叫了，拜拜。